今天又来这里赶海了，这个排水口就是我的宝地，看着呢又发现一只小多宝鱼，非常可爱，它会绝活啊，瞅着呗，哎，它会翻跟头，再来一个啊，哎，双击老铁啊，这次好玩吗？再来一个，哎呦，光 ，Hello 兄弟姐妹们啊，今天下午啊，你来到海边啊，就看这个家伙露了个头在外面啊，是个啥呢？我的妈嘞，是只海王八呀！别人家的小帅伙啊都有好多双击啊，不知道我这个小丑蛋有没有双击啊？连接手机、连接 WiFi 还有电的情况下，那这个呛 C 啊，它还是比较有话语权的啊。啤酒、饮料、矿泉水、面包、鸡蛋、火腿肠，也不知道什么东西能把这个沙把它蟹给它呛出来。先用这个劲酒呛一下，觉得能呛出来，老铁扣个一；不能呛出来，老铁扣个二。别忘记跟着老弟留下一个双击，再添加上一个小关注，来看我精彩赶海直播哟。有个老铁发私信告诉我说，你实在抓不着八爪鱼，你能不能买几条八爪鱼往那一扔，假装你自己抓到了，这样我们也会给你双击。哎，是真的吗？今天我很听话啊，去市场上就买了这么几只八爪鱼，往这一撒，嘿嘿，假装自己抓着了。你呢，看看就行，假装给我点小红心，喜欢的留个关注。这是一种营养价值非常高的海鲜，今天教给大家如何正确吃海螺。最下面的黄不要把它拽断了，黄非常的香，黑色的部分是它的苦胆，不能吃，绿色的是它的肝，吃多了会引起头晕。很多老铁见到这样正能量段子进来就点亮了红心，很多老铁喜欢户外抓海鲜，加了个关注，看我11点直播了。